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淼。好，我们要回来我们的王牌吊手。那我会念那么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试玩好像剩下20分钟不到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录影能不能录成到20分钟，我们就走之前进去看看。我很怕我们玩一玩就他把我切断了。可是因为我上一次那个机台我们解锁到现在还没机会玩，我觉得至少要让我玩个10分钟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直接进去游戏，我们的单人游戏。然后好了，够了，让我进去。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跟我说：“你的试玩快结束喽。”哦，那现在是我们当时开启的这个沉船关卡，然后还没有玩过。那章鱼烧上次体验的时候是因为硬币不足，为了加快时间，我现在整个讲话讲超快，超怕。所以我们整个开场，哇，第一次开场这么快，我不到1分钟，是不是？沉没舰 stage， 沉船好酷哦！我们投币，先看一下，直接用这个钓竿，嘿，乌龟，蓝色的乌龟，好酷哦！メダルが足りません。哈？メダルが足りません。钱不够，是因为我没存钱吗？哦，要先存进去，白痴哦！好，我们来用个超级钓竿，嘿，金色的鱼会理我吗？我有两只金色的鱼，不是，小鱼来一批来啊！这看起来像秋刀鱼啊！真的是秋刀鱼，而且我是用大钓竿钓到，气死我！嘿，我放到哪去了？好，再去钓那只乌龟看看。哦，乌龟来了。Oh no！ 我又没钱了吗？不是这样一直要存好多，我先存个40块进去，可以的吧？40块够了吧？比目鱼还是蝶鱼呢？哇塞，这样你给我断掉，好难掉哦！不是呢，让我带一点东西回家嘛。哦，这就是一般的海龟，红海龟，得到10块钱。我们总算钓到一只大鱼，真是难过啊！前面那只是蓝色，刚刚那只嘛，我想钓刚蓝色那只。Oh no， 小鱼不要。哦，这什么？好帅啊！我要你。No！ 巨大鲫正在接近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下钱？嘿，完了！金色的也可以了。金色的好奇怪哦，这是什么埃及色啊？Oh no！ 这个真的很难钓哇，20块够吗？我觉得是不够了。嘿，两只金鳄鱼，又是刚刚那只，可是我们没钓到就是了。好难哦！我们会不会到时候整款游戏后面就是只有前面给你体验，然后现在后面全部都是钓不到，全部都钓不到，气死了！嘿，掉啊！快过来啊！右手好酸啊！为什么他的电极啊，跟那个不能分成，都一定要放在右手边的摇杆呢？嘿，超级必杀技耶！999呢？你999再不过来，真的太过分喽！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煤才钓到这一只？才43块、啊，算了，我们是收集图鉴用了。这什么尾鱼啊？尾鱼耶！以那个有什么东西要出现了？可是我们的超级技能已经用掉，应该是没办法抓到啊。它得出现太久了吧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旋转的漩涡，大海龟，红色乌龟龟。是大斗啊，不是啊，那个我觉得我钓不到呢，超没自信的。他好像也有开发钓竿，所以我们有可能是未来弄好钓竿以后会比较好用。至少拿到了他的素材。
这十滴十滴的感觉要掉到应该真的很难啊，二十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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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我不意外啊。ウルトラ必殺技が5回打てるよ。モンスタークラス。他好像是去算我们累积的那个去左下角的宝石，就可以拿到像我们刚刚那个超级技能。所以要再多掉个四只才有办法。哦，掉到哎、欸，我以为我掉不到哎、欸，古巨龟。哇！欸、不是、欸、我真的觉得这里要赚钱很难、欸、都是花钱比较多、欸、不愧是汤姆熊，直接臭汤姆熊。可是这游戏不是汤姆熊出的啦，这游戏是万代出的，对啊，汤姆熊只是一个各种游戏的聚集地吧。那你掉旁边小鱼，是莎莎。有了，好丑的莎莎，十秒应该是不行了吧？我们就把钱省下来吧。哎，好像有赚吗？我刚刚是380几，好像没赚了。前进下一个关卡啊！不是，我要换关卡，这应该是我们对我们的旧关卡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嘿，结束游戏。所持メダルを著メダルに移動させるね。对啊，我反正亏钱了。哦，那这个真的很不容易，真的很花硬币耶。游戏的硬币，虽然它的硬币也是有那每半小时可以让你转一次，所以就变到说，如果你要爽爽玩的话，真的每半小时就来跑来转它一下。然后我们看，好像370块，它又可以往下的话，我们来开花机台，而且开发钓竿耶，开发，那这样看会不会比较好钓一点？喂。开发完成，终极钓竿可以轻易的钓起大鱼。那它会花费比较凶吗？比如说它上面每钓一次就要那个投硬币之类，黄金怪物我们是钓不起啦。然后这边好像没我看过，它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。我们上一次啊，我按错了，我们上一次那个章鱼烧没有体验到太多，再体验一次章鱼烧。只是可惜我们现在这次就只能玩这两个关卡，它好像往下就变成是不是用硬币去开关卡，而是你玩的次数还是什么的去开关卡，所以又加了我们现在这时间比较赶，所以我们可能这次就直接在自己关上玩，看看能不能掉一些新的东西。不过它的那个图鉴真的是蛮多的，为什么马上就在接近中。哦，对，上次那一只宝玉类的家伙，忘记他叫什么，什么龙王雕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、哦、记忆还行、啊。哦，必杀时间哎！哇塞，这要十枚哦，我们先用五枚的好了。嘿，无限使用必杀技时间。可是他必杀技那个啊断掉了，哦，这是那个很凶的家伙，流氓鳗，热带海鳗，金色的。讲实在，我觉得金色的这种就太卡通，就是太不现实的，到反而没有很吸引我。比较想要钓那种真的存在的，一般款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河豚吧？香河豚。哇，马上再存一下硬币。喂，好，这次用大只的看看。哦，好贵啊！大只，我要钓那章鱼烧。我们是有没有钓成功钓章鱼烧吗？有点忘记。章鱼烧，嘿，差一点。章鱼烧怎么都跟一堆东西重叠了？哇、哦，刚刚差点有一只鱼弄进去。哦，我一直在看我的钱在减少。哎、欸，
这个钓竿很贵嘞、欸，烂东西。请问我刚刚花了200块升级的钓竿干什么？Taco 也太难钓了吧 ？Taco 是这么难钓的东西吗？虽然海里确实不会出现这个东西啊啊！我真的觉得我们钓不出来，钓不起来哎、欸，可恶！钓不起来啦，钓不起来！我想要章鱼烧，黄金怪物，得了得了、啊！不是啊，一般款都钓不起来，黄金要怎么钓啦？哭啊！嘿，阿奇。我觉得钓不起来、啊，我现在非常眼神死的看着他，啊，他钓，啊，我不想花这10块的钓竿，因为他刚刚都钓不起来了，没什么感觉，我要钓一般章鱼的。华丽的章鱼，哦，我好像之前有钓到这只过，好啦，再钓一只金色章鱼看看。50伤害啊！同乐会要结束了，同乐会要结束了，同乐会要结束了。我们钓得起这只章鱼吗？我手好酸了啊啊！钓不起来，真的钓不起来。哎，不是、欸，那同乐会要结束，我还有一个疑问是，它会存我的记录岛啊，在我们还没跳出去之前。你看，真的抽象在玩机台，然后那个机台要结束，请你再投硬币加值的感。为什么这个即视感这么重啊？好烦躁哦 ！No， 让我吊起来！哦，我的手指要烂掉了！耶，披萨之袜子 get 到！嘿，嘿，残り60秒。可以了吧？都拿到超级必杀，再拿不到就真的很那个咯，这真的很过分咯，你真的很过分哦，你真的很过分哦。用3块掉好了啦，反正掉不起来嘛，我们就拿那个宝石就好了，就那个拿他的那个那叫什么素材啊，什么牙齿啊之类的。反正不管用什么钓竿都钓不起来吧，我们就用3块钓竿了。我刚刚是用10块钓竿，我没记错吧？我忘记了。好，看来我们就拿着牙齿就够了啦，反正都钓不起来了。那挣扎的时间也差不多吧？超级自暴自弃，气死我了！好，拿到牙了。我们的钱也砸了不少哎、欸，我们现在钱几乎没了耶！等一下，我也注意到哎、欸，我右上角钱是65块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哭啊！哎，这个塔口关好 K 很浅哦啊，不对，我们刚刚有开发200去开钓竿的关系，我想说奇怪，我刚刚明有300多块，为什么只剩60块了？哇塞，这跟那个你这真的是去游乐场就玩一玩，嗯，钱怎么没了呢？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好恐怖哦！来看一下，我们总结这样子有还剩下多少钱？我们刚刚有更新图鉴吗？好像没有。看一下任务通关，沉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玩的秋刀鱼、尾鱼、乌龟、红龟、珊瑚礁。他钱真的少得很可怜哎、欸，但是花得很凶哎、欸。哇，那这样子感觉我们现在应该只能，不然我们玩下这交换卡包。卡包它右上角是你目前掉下来的鱼。那刚刚的沉船、青蛙池好像是我们还没开启的关卡。不然我们珊瑚礁地形放几只，再抽卡片。是新的卡吧？这看起来像是多利亚跟尼莫啊。我们到底拿到一些什么东西？应该说这个卡可以干嘛？这是我们所谓的抽到烂卡的意思吗？好棒哦，拿到一堆卡哎，真开心哎！请问这可以干嘛？还是这单纯只是收集卡册而已？
見たい魚カードを選んでね。哦，有点像我们当时玩卡比的那个转蛋的感觉吧，大概吧。遊びたい人数を選んでね。好了，我又选错了。如果没意外的话，我们大概只剩下五分钟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我也蛮好奇的，在剩下的五分钟之内，他是会直接断我们游戏吗？我从来没试过，就试玩玩到最后一刻。狮子鱼，尾鱼，啊，断掉了。那小鱼中藏了一堆金色的，我很好奇。这什么？好酷哦！它里面，它刚刚是好几只在里面呢。红小丑鱼。可以使用硬币轮盘了，可是要出去，我们应该是没来不及啊。巨型真鲷，这只看起来真好吃。其实用三块的钓竿钓蛮爽的，就单纯享受钓鱼的话。但是如果连续都是巨型真鲷的话，就看起来就不好吃了。啊，巨型真鲷！我要丢刚那只蓝色乌龟啦！啊，掉了！它这个鱼群会落下几只？哎，好有趣哦，两只，所以它有可能会根据你的钓竿的关系吗？金色的感觉钓不起来啊！竟然是章鱼，它看起来不像章鱼啊！它刚刚的影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章鱼，你为什么是章鱼？而且感觉要逃走了。我竟然抓到了30块！哦，没钱了，赶快存一下。グレートクラス接近中。グレートクラスを釣り上げよう。グレートクラスヒット。完了，不小心钓到大的，大的感觉钓不起来。聞いてるぞ。いける。啊！我的手指也要烂掉了。哦，不过拿到终极宝石。我想钓一般鱼就好了啦。为什么都给我一些金色的啊？我想钓一般的，一般的才钓得起来啊。哦，竟然钓起来了，30块。我完全在享受钓鱼，哎，可是手很酸。又是金色的，我不要金色的，金色很难钓啊！啊！嘿，给我一般的小鱼，而不是那个比较大的胖的那种。欸，我真的觉得钓小鱼比较爽，欸，这你要有可以钓起来才有成就感，钓不起来的东西超没成就感的。你不要过来啦，烦死了！你又钓不起来。你看，钓不起来啊！我们左上角的每日快完成了，但是问题是我好像快被切网路了，也不是切网路了，我的游戏快被切断了。大乌龟来了！我要用小钓竿钓小鱼。他不知道这个其他小鲨是不是都一样。耶！我们每日完成了耶！哦，他有用超级钓竿钓20只哦。残り60秒、モンスターゲットはメダル50枚、大量メダル獲得。ステージミッションをクリアしたぞ。啊，左边的那个终极宝石好像拿不到。哦，可以有终极必杀时间，必杀时间我们就用这只钓看看吗？嘿。モンスター聞いてるぞ。キバゲット。哎，我已经拿大钓竿喽，赏脸点哦。
赏脸点哦，还是必杀无限哦。有，还有赏脸，还有赏脸。哦，总算钓到了，可是问题是我们时间够啊。啊，好像时间来不及了。十秒，哦，必杀结束了。这时间，哦，我们拿到终极宝石，问题是时间结束了，没了啦，白痴哦，哭啊！那终极宝石会累积吗？好像会累积耶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先结束出去，因为他一直在催我。我们看，至少要保存这些东西，移植到我们下一个游戏。正在读取中，应该也是某种正在存档中吧，希望如此。哦，好恐怖哦，现在时间赛跑中，我们来得及转个转盘吗？转盘，喂，太戏剧化了，让我转一下吧，可恶啊！好啦，至少我们刚刚出去的瞬间，他写59分钟结束，欸，没了，我们至少刚刚出去的瞬间应该有救到我们的档案，但是转盘就没办法了。哇，真的太戏剧化了，就在这个时间这样结束掉。那至少我们有玩到啦，就是那时候开通了那个硬币机台，然后他又说这个游戏是可以存到之后的新游戏，所以我们之后再来看看吧。所以今天的时间比较短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真的太刚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Thank you.